现在呢，先跟现场的来宾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嗨，大家好。哎，怎么没声音？很早，他们很早就来了，他们比百货公司还要早开门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而且你看后面还有很多朋友，后面朋友挥个手。朋友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谢谢你们来。希望大家就是今天都有玩得开心，然后刚刚应该也去吃饱了，像很多餐厅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一定会让大家就是开心的离开，因为会签到结束，所以就是如果比较后面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今天会把书都签完，然后。真的很谢谢大家来，谢谢你们，好开心哦！太可爱了，这是我们林轩呢的第一本实体写真，之前数位写真卖得非常好，所以呢才能够发表实体写真。那现在来请分享一下这次发表写真的心情呢？